县长，其实这次我回来云林呢，主要是想跟我们的观众分享我品尝过云林在地美食。不知道县长有没有什么口袋的美食小吃名单可以分享给我们呢？那当然，我觉得云林县这个可以说是的，我们是在地哈，有很多很多农产品都是非常新鲜的。西螺就是我们最大宗的蔬菜，全台湾有三把蔬菜，有一把就来自我们云林县。那最重要呢，我们从田地哈产地到餐桌呢，大概不用到半个小时，所以可以减少整个食物的旅程，也可以减少碳足迹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今年我们叫低碳生活行动年嘛，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哈，能够吃当季吃当地哦，好像自己种的就在隔壁一样，然后直接拿过来就可以马上现做，很新鲜。所以住在云林很幸福，真的吃得很健康。